喂，哎、欸，慧兰姐，你好。嘿，哎，阿宝老师你好。嗯，你好。是啊，我知道。欸、阿杰，我头都有传赖相片过，阿唔知有收到无？传在那个官方的吗？对对对对对。好，看一下哈。哦，我有关有。你没弄过？哦，没弄吗？哦。哎、欸。哦，就是没有卡的这个是你吗？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长垮起来，嗯声嗯声，好像营养不良这样子。你的意思我们是不是啊？你唔讲高唔讲高，这是我讲的啦。有啦，有看到。啊啊，多谢。嗯，系啊。啊，然后迄、那个我是有迄、那个算我之前买过进料，啊，我有怕土坑，啊，土坑可能唔知是超无山，那有诶都在土坑较济。嘿，啊，然后种下了无，是一边较正常一点啊，啊，但是我一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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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有诶正常大，啊，有诶就是像安尼黄生黄生、哦，啊，我有翕相片经掀开无，迄、那个乌波掀开，有经理顶管，嗯，啊，但是有经理顶管嘛袂大，我灌迄个 Peters 冰晶肥，吼、哦，啊嘛无后嘛是袂大，嗯、啊、嗯，对啊，啊，然后迄、那个。看起来敢那是应该是做袂到啊！我是想讲，啊像这安尼，会见若拄到，这变哪处理较会好势，较会大了，较平均一点嘛，较袂讲落差差的。因为像我安尼两农，两农差了两分地嘛，是加起来差不多一分地，就是拢差不多这个状况，参参差差安尼，差不多要甲一分地，差不多两农差不多起一农。嗯嗯嗯。嘿、嗯，啊，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迄、那个、嗯、我迄是敢有可能水伤多去拄到？因为我根甲，我有甲烤起来过，嗯、我烤起来，伊个根系吼发展了，唔是工作好诶，啊，然后拢是属于较幼根，较无迄个较粗诶根，嗯嗯，嘿，安尼敢那有诶，甚至敢那无啥开安尼，嘿，诶，敢有可能是土坑诶问题，还是土坑强碳，伊无养分，嗯、对，哦、啊，然后过来，另外一点就是关系到雕花。啊，即卖有诶正常大遐，差不多要调下拄着即个乌云天，真准达见诶。啊，然后阮有一挂网友吼，伊前一阵仔调诶梅龙龟，啊伊会使拢好天，啊下晡是拢歹天着，下晡拢台北雨落雨嘛。嗯。但是会使啊拢出梅日，但是听讲过调起来拢歪偏诶作势，要麻烦阿宝老师看，啊像这到底是安怎呐安尼？哎吼，好，好。哦好好好，带你听胸襟吼，好，谢谢谢谢。来，我接一通。喂，你好。哎，老妹好，老师好。来，即马即个梅弄的问题吼，即个看起来呢，啊、水的吼，真水吼，即、這个大小啦、颜色啦吼，啊、看起来呢，啊、感觉拢还不错吼，啊、非常的一个即、這个啊，控制了相当的一个好哈。啊，但是较细长的只的吼，啊，这个我咧怀疑吼，即、这个、因为看起来一般通常呐，足细长的时阵吼，包括四片叶啊，迄只遐啊，拢会第一，我拢会怀疑讲是毋是有线虫的即个危害吼，线虫吼，啊，要看线虫，通常咱得多数就是小有当时啊，烤一半张啊起来吼，像讲啊，落袂大袂大起册吼，啊，甲烤一张起来看卖啊者，啊，看伊的即个所在吼，因为一般咱多数会拄。就拢是即个根瘤线虫吼，等于讲啊，多数咱会拄着问题，然后大概拢是有会结瘤的迄种较济啊，软根的这种原来有，但是较无遐明显吼，所以啊，一般就是讲伊那是啊，拄入去吼是无讲正明显，但是差不多五六片叶啊，迄只遐都有可能吼。啊，迄阵就开始诶，即个无讲真拄好吼。啊，一般通常伊即个长会变较歹，过来就是讲啊，会安尼迄个色水吼啊，变较无啥物光线吼。人正常诶有一个即个啊，植物诶迄种光泽吼，安尼了啊光线。啊，伊种伫遐安尼，感觉神安尼吼啊，而且有当时啊会较细长反黄吼，啊拢无啥会大呢吼。所以即有时啊咱诶是用即款啊，当然那是拄着就较紧吼，那是啊。看到有看到结瘤啊，小块肿肿吼，
无第二句话，看是要用即个分泌松还是托福松哈啊，即有呢算劣质吼，就先处理看买者哈啊，即多数咱是安尼来改即判断，但是啊，目前咱咧甲看因为线虫。诶，几大吼，但是未讲遐大大吼，伊陆陆续续、陆陆续续啊，关关格格吼，较未大迄时含即个是毋是第一？就是讲，那是拄种落迄阵吼，拄种落迄阵，有时啊，咱种的时阵，那是尤其夏天吼，夏天热人咱咧种，那是拄着讲啊，即个栽啊吼，较紫栽吼，其实紫栽是较熬大嘛，较容易放根，但是伤过头紫，有当时啊，咱较未晓种，你提起来的时阵，提迄粒头提较未好势。啊，你伊个头特别好势，迄种情形就较容易呢。啊，伊就紧的去伤着，所以咧回起来，迄个速度会比较较慢哦。所以你注意下看，是不是迄抓是工人种的哦？这咱不是咧讲，有当时啊，就是迄个眉角裂袂好势，裂袂好势，裂袂好势。所以有时啊，你会看，即抓啊，就是迄个人种的，啊，迄个人的种啊，就是大概就是拢差不多啊。伊即种情形就较严重，安尼有可能就是迄个紧的所在呢啊，有小夸伤着吼，因为。啊，这个虫吼、要判断讲伊有啥物款的一个啊较大这个问题呢，真歹去看到吼、哦，真的很难下定论。尤其啊，这个、较细虫的遐嘛，看袂出来是足明显是这个线虫，因为线虫伊个颜色吼、哦，你着一个看，你着感觉讲伊含人无同款吼啊，所以应该是较无法度去直接判断讲啊是线虫的一个这个问题。所以我咧怀疑讲是毋是伫种的时阵吼啊，着较容易去拄到。这部分的这个情形啊，吼啊，所以那些赛呢，你可能伫这家家呢，稍注意者哈。所以讲，伊较容易有这部分的这问题，尤其热人，因为迄拄种落，迄温度足悬的，伊那小可啊，这个水分供应吼，小可出问题呢，啊，都就容易出代志。好啊，所以有的人伫热人咧种，也种较老栽一丝丝啦，哦，种较老栽一丝丝啦，所以多数是安尼。啊，个即个就是讲水分的一个管理吼，咱一般来讲，即、这个梅弄都种落的时阵呢，啊，你要先头啊要有水吼，先可以啊过挖起来。啊，即马你看伊新买小块咧叮当已经挖起来吼，啊，咱迄阵水分拢伫即个时间水分其实拢要算真充足，啊，来慢慢小块甲放落里啊较大，实行啊吼，小块甲放落里啊较大。打就输啦，哦，安尼伊咧紧咧放开的这速度变得较紧，吼、哦。这通常咱是爱少，但是你袂使一开始水得压无够，吼、哦。啊，另外一个就讲，会感觉伊这个长那从流啊看。迄、那个石吼算较袂大，是安有可能是即个粗坑较侪，即个所在呢，是毋是有初步即个缺氮吼？就是讲，伊迄个整规个长的即个石地，尤其伫较下骹，伊啊拢较黄岩小块吼。啊，若是安尼，咱就会当去判断，有可能是啊，即、這个。伫粗坑较侪，粗坑较侪，伊咧发酵，啊，发酵即个温度是无讲真悬，但是伊会抢啊土壤内底即个氮素，所以通常咱咧啊伫即个氮肥即个部分咧，会了加加加啊用较侪一丝丝啦，吼、哦，啊，所以一般我拢会建议咱好朋友吼、哦，就是讲你大概即个。蛋甲食吼，啊，好差不多一比一安尼，啊，但是磷吼卖遐悬，吼磷卖遐悬，吼，所以可能伫这个咧用的时阵少注意者安尼就好啊，吼，啊，有的人甚至也吼蛋较悬一丝丝啦，吼，啊，稍微蛋呢再高一点点，吼，这应该是无啥要紧，吼，啊，咱多数拢会认为讲这个蛋素，吼，啊，但是你即马小可可以，啊，有当时啊伫这个。啊，粗坑较侪这种情形吼，伊足容易吼，较容易即个因为氮饥饿的即个现象吼，啊，即小可补者安尼都无即款的这问题，所以你可能伫即培训者啊，稍来改即注意者吼，啊，甲水分的即个管控吼，啊，细长的时阵，咱那是实行啊呢，一定爱种落，互伊压水一定爱压够够吼，一定爱压够够，然后你看有挖起来吼，啊，通常差不多一礼拜吼，一礼拜即个所在呢，啊，咱颠倒的小可甲下一点啊水吼。就是、说已经种落，啊，种甲压一边啊，一边两边，哎，看伊拢活起来，然后正礼拜，啊，咱会小可为迄阵开始小可甲下一束啦水，吼、哦，差不多两三天，吼，小可甲打一束啦，吼、哦，啊，来甲去造水给伊，啊，造水给伊来的差不多吐印出来，吼、哦，啊，整理落去了，开始到要下水，就爱等到即个许进程啊，吼、哦，就是讲一定爱等到咱啊要开花的进程，咱才会去下水，吼、哦，所以这多数伫即个啊水分的管理差不多是安。啊，那是嫁接
苗的唔免都无安尼做吼，因为这嫁接苗吼，伊个水那种食较袂少吼，所以啊，我拢会建议讲，那是种嫁接苗，等到即个高吼，你较悬一下吼，啊，不是高低了，甲放下了，有水安尼吼，啊，即、這个嫁接苗的即个成活率呢，啊，加真好，啊，佫一个就是讲，伊因为迄接头拢较耐水，所以你若互伊了水分较够，啊，顶面的即个发育拢会较正常。这大概咱会拄到啊，这情形是安尼吼，这互你小了解吼、哦。啊，过来一个是即阵就是讲授粉吼，授粉有当时啊，因为这个啊温度的这个变化、日照的这个部分吼、哦，所以有可能呢啊，这物件就去造成咱这个授粉较无讲真正常。这有时啊，伫歹天的时阵吼、哦，很难然后、哦、虽然咱感觉讲。啊，都干那一波的乌阴尔，但是伊个日照吼，这一波就差足济啊！哦，你若讲早日早日啊，可能就较无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啊，这种含花粉的一个啊，这个以种花粉管的这个生产吼、哦，咱知影一个啊，这种被子植物呢，拢是双重受精哈、哦、啊，每一个花粉花粉内底有两个细胞哈、哦、啊，一个叫做这个啊精细胞哈、哦，啊一个叫极细胞哈、哦，这种物件伊就是啊对起个花粉管的细胞哈、哦，啊即嘛伊迄个花粉管的细胞呢，伊就会甲这个就是变作一个花粉管生产哈，拢、哦、是靠迄个细胞哦，所以咧，迄、那个有当时啊，咱授粉哦。嗯，花粉较高起，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啊适当，有法度得到适当的这营养分，迄个物件大的叮当吼，啊，这常常是因为啊，这个乌蝇嘛是安怎吼，这个啊同化作用产物较少吼、哦，就较容易有这款的这现象，所以以这个授粉起来的这种，就较容易有一部分吼、哦、啊，就安歪偏歪偏吼，迄、哦、种拢是授粉不良吼，拢、哦、是含这授粉不良有关系吼、哦，啊，第。伫即只只来讲，即几天的即个乌阴，咱伫礼拜五一天有讲吼，即啊已经有三个朋友来登记吼，所以后手够七个啊，啊来讲啊，不爱摕一个即种啊很好的这种细胞分类素、哦、这是一个天然的、哦、这天智第一号专台湾第一期有登记的这天然植物荷尔蒙、哦可以拿这个来给它处理、哦啊、这处理起来它就是它也是自然的一种这个荷尔蒙的这个供给、哦、所以很容易吸收、但是它也没法像这种人工合成的、哦啊、可以有那么高的这个浓度但是我们在这种坏天的时候调花料比如说今天授粉下晡啊，咱甲喷一下，吼，啊，啊，让两工啊，甲喷一届，让两工喷一届，甲喷这个伫授粉这个时间，吼，拄啊咧开花这段时间，会当提高伊的这个着果率，啊，这通常伫国外因啊，拄着乌蝇因是安尼咧做处理，吼，啊，伫因葡萄园内底，最主要因是处理葡萄，吼，啊，开花时阵啊，若拄着天气无拄好，还是讲乌蝇吼授粉较无拄好，按着用这种物件来给做这个处理，啊，尤其酿酒葡萄因袂使。抓这个人工合成的这个荷尔蒙、哦啊、所以他们就用这种东西、哦、在这个德国法国他们是这样处理、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可以尝试看看一下、哦啊、我们就以听众朋友、哦、这个、我也不知道你在哪里、哦嗯、你说刚刚这一位、哦应该是太保那一方面。嗯，啊，咱较提一个，互你用看卖下者，啊，你较含咱个联络者吼，即等一下，来当互你小小吼。啊，这个部分呢，因为不然马仔吼，明天早上我会过去太保迄个所在，吼、哦，对，大概就在那个附近，吼、哦。啊，因为可能会去咱听杨美兰呀，吼、哦。哎、哦、哎、对，我明天早上会过去，吼、哦，对公，但是应该是较早，吼、哦，大概十点。九点多以前我就会到因为想过来想热最主要我们明天电台要开会所以我会提早到、啊、提早到这一个让你用试看看一下这因为、德国有这样的用法、啊、而且他们用的效果还不错、啊、我是觉得说、啊、我们能提来在这个国家里面、啊、来给这个试看看一下、啊、给改善他这个授粉不良的这个情形、啊、目前我们能做的可能是因为这种天气、啊、我们能去调整算说不要会遐歪安尼啦吼，啊上无起来，咱啊一丛呢，本来无通去挽，啊即马变做呢，啊加减会当挽几挽一粒吧，吼安尼。虽然形无通遐水，但是卖遐歹，吼安尼起来呢，咱啊损失呢都较袂遐少，吼损失都较袂遐少，吼。